林峰同太太张馨月近年成家移居上海居住，三岁嘅女女 Luna 喺内地嘅国际幼稚园读书。近日女女托儿班毕业，林峰同太太就去睇女女嘅毕业表演，大家都非常兴奋。之后仲一齐去意大利餐厅庆祝。一向会帮女女打格嘅林峰喺食饭期间就百物一疏，令女女真样曝光。见 Luna 眼仔碌碌，十分精灵，长长眼睫毛同妈妈甚为相似，一家三口都系颜值担当。